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前面我们学习到色身里面的赤身，现在我们看第九法身。法身者，所谓正无漏法界之体而为法身也。这个比较难懂啊！什么叫无漏？漏这个字啊，在佛法里面是代名词，代表烦恼啊。譬如我们这个茶杯啊，如果这里面有破损，我们水放进去就漏掉了啊，这叫有漏啊。有漏就是它有问题啊，它有破损啊。比喻我们的发心啊，其实这是比喻，比喻怎么比啊，也不能够把事实真相比出来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说我们的发性这里面有烦恼了，把我们的性德都漏掉了，取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一般初学的人好懂。那无漏呢，那就是完好的，我们的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啊，哎，完全能够显现出来啊，而没有任何障碍，那就叫无漏啊。那么具体而言呢，起惑造业，这就是漏啊。惑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随顺妄想分别执着而造的一切业，也就是言语行为，那都叫有漏业啊。这三个都有，你们想想看，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啊。确实啊，像十法界一样，最高的是佛了，他漏到下面去了啊，下面是六道。啊，下面是轮回呀、啊！啊，下面的下面是三恶道，最下面是阿鼻地狱。啊，就漏到下面去了，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啊。那么实际上可以代表迷惑造业受报啊，三途苦报。无漏啊，就好了啊。无漏是自性，就是我们还原观里面所说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个是无漏的。什么时候你证得了这个证得，在禅宗里面称它做
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这真的发生了。破一分无明，正一分发生，这是你真的无漏法界的本体。那么在教下呢，啊，名字不一样，境界相同。教下说大开圆觉啊，大开圆觉就是我们一般讲啊，看破啊。若不能彻底放下，你怎么能够大开圆觉啊？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些话了啊，多说说个千遍万遍都是应该的，为什么呢？没做到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了。啊，成正觉了，放下分别，你是菩萨。啊，你成就了正等正觉。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你成佛了，那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要放下了，不放下不行啊。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什么没看破？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没看破，完全看错了，想错了，啊，看错了，叫见惑，就是你的见解迷惑了，你看错了，想错了，叫思惑，就是你的思想错了。与事实真相完全相悖也。啊，由见思惑必定有分别有妄想。啊，所以你在哪里呢？你在六道啊。见思烦恼不能断掉，你就超越不了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不是靠别的啊，放下见思二惑，你就出六道了，六道就没有了啊！现出来的呢？现出来的是四圣法界啊！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没有了，你超越了，你不是凡人了，你成圣了，叫超凡入圣啊，所以是小圣，功德也不可思议啊。而后只有向上提升，不会再向下堕落了啊，因为你已经证得三不退里面第一种不退，叫位不退啊，你永远不会退落到凡夫位，这地位也保住了啊。然后再学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啊，那你就证得自信清净圆明体，这就是无漏法界之体，你就证得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己，自己的真心，我们自己这个心，跟诸佛如来的心，跟一切众生的心，不但是有情众生，还包括无情众生，也就是跟树木花草的心，跟山河大地的心，跟虚空法界的心，是一个心。这个诸位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世尊在大乘法里面常常把这个性体比喻作大海，叫性海，就是指这个字体。那我们现在迷了自性了。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就好像大海里面起了个水泡了。水泡有没有离开大海？离开大海能变成水泡吗？水泡是妄，这个相是妄，它是依真而起，它是依水起的水泡起水泡的时候它是水，水泡破了还是水，这是事实真相佛用这个比喻，比喻我们芸芸众生每一个众生就像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可是自己迷了，不知道自己是大海一味就独立了，跟别人就起了分别，就起了执着了，这就坏了，这就迷了，愈迷愈深了前面我们在一起学习过，迷了之后，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变成烦恼，变成邪知邪见我们的德能就变成造业身口气之我们的相好就变成六道轮回三善道三恶道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分别之处记住，分别也第六识，执着是第七识，所以说为识所变这个道理要懂那您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念头好我们确实有摩那识，有意识，我们意识分别都分别好的，我们摩那的执着，我们执着善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教导我们。我们要是执着伦常八德，这个世间呢，所有的灾难都没有了伦常是讲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跟一切众生的关系，跟树木花草的关系，跟山河大地的关系，跟天地鬼神的关系，是一体多么亲密可是现在迷了自信，对于自信现的这些法相也迷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啊，所以在这里面产生了错误的错觉、虚妄分别啊，坚固执着啊，问题出来了。佛菩萨慈悲，古圣先贤的仁爱教导我们，父子有亲，我们怎样恢复我们的性德呢？啊，圣人有善巧方便啊。啊，父子的亲爱天性好教啊，就从这里下手啊，让我们逐渐逐渐的接近心德啊，父子的亲爱是心德啊，我们迷得深迷得久了，连这一点现在啊都看不到了，这个问题啊真的严重啊，没人教了啊！我有一年在日本开会啊，在日本冈山啊，陪我去的啊，在日本呢旅行呢，陪我去的同学有十几位啊，有一位这是旅居日本的华侨啊，年轻的妈妈啊，她带了她的小孩四个月，很可爱啊，带着小孩跟着我一起去旅行啊，我就在这个时候啊，让我们同行的十几位同修，我说你们细看，你看看这母亲爱小孩，小孩虽然不会说话，你看他的动作，你看他的眼神，他爱他的妈妈。我说这个，你从这里细心就观察，你就看到了父子有情。啊，小孩还没有受染污啊，才四个月。啊，如果要四年的染污，那就不一样了，那不见得他爱他妈妈了。啊，四个月，虽有染污也不是不严重，啊，你看他的眼神。啊，所以中国圣人的教育从哪开始啊？就从这开始。啊，用什么方法教呢？就是伦理、道德啊，从这个关系上做起啊。啊，教学第一个目的就是父子这种亲爱，天性的亲爱。如何能保持在一生当中啊都不变，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第一个目标。所以父慈子孝啊，这个是人伦的大根大本啊。啊，君臣有义，义从哪里来的？亦从父子有亲来的啊，夫妇有别从哪里来的？
也是从父子有亲那里来的，乃至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全是从父子有亲那里来的呀。再扩展，扩展到八德。八德在中国有两个说法。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从哪里来的？它根在哪里？根是父子有亲，都从这来的。另外一个讲话，忠孝仁爱仁义信义和平，从哪来的？也是从父子有亲来的。所以如果人要不孝啊，一切都完了。为什么呢？他的德行的根没有了，那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还得了吗？那这个社会像什么社会我们想想，今天这个世界不仅是中国社会，全世界的社会现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到全世界去旅游，你都看到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整个世界社会乱象古籍记载的所谓是礼义之邦，和谐社会，我们在古书上看到这种这些字样，在现实全世界找不到你到哪里去找和谐社会到哪里去找一个和谐的世界什么原因呢？父子有亲那个亲爱的精神丢失了。什么时候丢失的？不是说生来丢失的，生来有。应该什么时候丢失的？3岁以后。这真的一点不假。如果再提前一点，可能2岁以后。你要问为什么？没有人教他。没有人教他，可是有个东西在教他。什么东西呢？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电视。上学现在在中国大概还没有到这个没进步到这个程度，在外国至少25年前，这是我记得的我在美国住美国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就教电脑就用电脑上课了，所以人家学校还进步那么小朋友学会了电脑，他就会看网络，你就知道，小孩一出生，眼睛一睁开，他就看电视，电视里头教他，教他什么？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他叫这个所以他到2、3岁的他就不懂得孝顺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不是人不能教不是不好教是你没教他。
啊，这个疏忽，我们细心观察，至少四代到五代了。我这个年龄五代了。啊，那换一句话说，将近100年了。啊，现在要把从前这种古圣先贤的教学的时候再拿出来，当然有一定的困难，没人相信了。现在人相信科学，现在人要创新。啊，我听到有同学告诉我，幼稚园的小朋友，老师教学都要教学生要创新。他创什么新？哎，有打爹骂娘的是新，有从前人的孝顺吗？现在反过来不就是新的吗？麻烦可大了。啊，什么叫新？什么叫旧？新旧的界限在哪里？谁也讲不清楚啊！在大乘法里面，如果说有新有旧，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对立了，新旧不对立吗？啊，对立是什么？对立是边界呢，边界是严重的烦恼啊！啊，有对立，就产生矛盾，就产生冲突。就产生斗争，这麻烦大了，越来越大。圣贤教学里头没有对立，没有新旧。啊，你看连佛出世，大乘教里面常讲啊，今佛如古佛之再来，是一不是二了。啊，佛经上的比喻比喻得好，用海水做比喻。啊，海水是自性，是忘境还原了，归到大海了。啊，水从哪里来的呢？从江河。啊，一直啊流向大海。没有在大海，没有流入大海，这个水呀、啊、有先有后，啊，所以长江。后浪催前浪啊！啊，有先入大海，有后入大海，有先后。入到大海之后，就没有先后了。啊，所以告诉你，事实真相啊，真相里头没有对立，幻象里头有对立，就是假的里头有对立，真的里头没有对立。假的里面有前后，有分别，真的里面没有分别，没有先后。如果你要入了圣人的境界，我相信呢，你会跟孔老夫子一样，孔老夫子一生教人，他讲得好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是圣人，
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非常之深。我常说啊，这两句话是释迦孔子第一真知真见。只要见了性的，你还有创新吗？你不可能。为什么呢？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啊，是圆满的。你怎么创法？啊，自信的德相。啊，譬如我们一个人，从父母孕育生下来，他就是圆满的。你不能创新啊！你说我两个眼睛不够，我后头再安个眼睛行吗？那就是创新。啊，一个鼻子不好使，后面再安个鼻子行吗？啊，现在有手术，可以给你这样创新，那就整容嘛。那整容是创新啊。啊，那就你不守本分了。啊，圆圆满满的你不要，你要去创新，那会带来一身的毛病啊，到最后是死亡啊。那我们身上，所以古人讲孝，啊，身受制于父母，不能有丝毫损伤。啊，损伤是对不起父母啊。父母的心常常念着自己的子女儿孙。啊，可是子女儿孙呢不会想念父母啊。啊，父母舍不了儿孙呢。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了。啊，但是现在父母对于后代的疏忽，就是疏忽了教育，传统的教育，啊，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所以望尽我们对这个课，这个是经本的题目，望尽还原，就像水在江河里面的时候，那是虚妄的，流到大海了，望尽还原了，啊，大海之德了，通通去除。啊，先流到流入大海的，后流入大海是平等的，没有高下。所以后佛如经啊，经佛如先佛之再来，那不就述而不足吗？啊，古佛来的时候给大家讲经说法，今天这个人成佛了，也给大家讲经说法。他讲的经跟古佛讲的经是一不是二，纵然文字上不一样，言语不一样，里头的义理完全相同，就说而不做。所以对古圣先贤呢，相信诚信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个人在佛法里叫他什么？有善根，有福德啊，幸而好苦。那么换一句话说，夫子一生其实他教学的时间并不长啊，周游列国回去才正式开始教学，教了五年，
周游列国回去的时候，孔子68岁，他73岁过世的。实际上，孔子教学5年，他教得好，教得成功，3000弟子，5年当中啊，他收的学生3000人。有成就的72个人，这72贤呢，夫子教学成功了，他为什么成功？他与性德相应，他教学以身作则，他没有做到的。他不会叫人，凡是他叫人的自己都做到了。他叫孝，他孝顺父母，他真做到了。他叫敬，他尊敬师长。以身作则，才能感化别人。不是只教别人做，自己不做，那是骗人的。学生不服啊。古圣先贤里面，大概只有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时间最长。他教了49年。30岁开始讲经教学，79岁过世的，49年了。孔子述而不作，性而好古，释迦牟尼佛也是。我是在《华严经》苏超。清凉大师40华严经题里面，清凉大师写的。他说这释迦牟尼佛自己讲，他49年所讲的一切经，全是古佛所说的，他没有在古佛经上多加一个字。这还得了啊！比孔子这个学习的态度啊还要严谨，是真的吗？是真的，我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境界确实深广不尽呐！佛家所说的“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诸佛菩萨没有创造，没有发明。无论讲古的东西也好，讲今的东西也好，全是古佛说过的。你不可能有创意，为什么呢？它达到究竟圆满。你给它添一点错了，你给它减少一点也错了。像父母生我们的身体，它就是圆满，你不能加一个，你也不能少一个。两个耳朵一个就够了，何必要两个呢？你不得去掉可不行，你增加一个也不行，圆满嘛。所以只要你还原，你就圆满了。没有还原的时候，你不圆满了，还原之后就圆满了。
啊，六道里头不圆满，四圣法界就比六道圆满。四圣要比诸佛十报庄严土，它不圆满。啊，十报庄严土比十法界圆满。诸佛十报土比常寂光它不圆满。你证得常寂光了，那是究竟圆满。你到哪里去算心？我们在此地学的这个，今天学的这个化身、虚空身，都是究竟圆满的。不是究竟圆满，不能叫化身，不能叫虚空身。啊，化身里面可以包括十报庄严土，虚空身里面不包括。虚空心是纯粹见性，常寂光啊！啊，它能现，它能现十报土，它能现十法界。啊，所以心现十变嘛，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法身里面居住圆满的性德啊，圣贤人教给我们的无论无常八德是性德了，圆满的性德了啊。父子有亲我们知道啊，所以做人你看十善业道经里面世尊说的多清楚多明白啊，这个十善业是人天法，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的大根大本啊，都是从这里建立的我们修行从哪里修起？啊，世尊教维提西夫人啊，维提夫人是代表我们请法的啊，夫人见到极乐世界了，非常欢喜，想往生，问释迦牟尼佛啊，要怎样修学才能够升到极乐世界？世尊还没有给他讲方法，先跟他讲基本条件，敬业三福啊，基本条件啊。啊，三条十一句这三条十一句无论是大臣小臣宗门教下贤教密教乃至于古今中外所有圣贤教人
都不离开这一个原则。你看这多重要。头一句话，孝养父母。第二句话，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看看，这是第一条四句。那我们学佛，学佛先求做人。这个四句是人天法。你想把人做好，来生啊还是人，不是人生，你要把这四句做到。你才是个真的人啊！啊，做得特别好，那你就升天了。那怎么个做法呢？这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嘛。你得把这个做好嘛。啊，更具体的。给你指出来，就是《弟子规》。我们五千年老祖宗的教诲啊，《感应篇》，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法的《十善业道经》，就在这四句里头啊。这四句是个纲领。展开来，儒释道的三个根呢，我们从这儿建立。啊，为什么呢？这个是无漏发生的心得。啊，因为发生虚空身，非常抽象。我们怎么学习？啊，我们是个凡夫俗子，业障深重，初闻佛法，我们要很具体的东西，我们才能下手。啊，这个具体决定与法身、虚空身相应。啊，虚空身就是常寂光土，总离不开伦常。啊，所以父子有亲，你的一家人亲爱和睦，啊，夫妇有别，啊，这个别是不同的任务，啊，夫妇建立一个家庭。家庭里面有两桩大事啊，啊，一个是生活，物质生活，我们一般讲的赚钱养家了，这个事情很现实啊，啊，在古时候。男子负这个责任，所以男主外，外出谋生，养家；女主内，啊，内里面第一桩大事情，把下一代教好。你说这两桩事情，哪一桩事情？重要呢，把下一代教好重要啊。所以女子负的责任呢，比男子重啊。啊，你家后这个下一代后代能不能出人才，完全靠妇女。
啊，随父女，你看在中国成为太太，太太什么意思？太太是圣人，太太教出来的儿女都是圣人。啊，这个名词是从周朝来的，周朝开国，啊，三位夫人，啊，周文王的祖母，太姜，啊，你看教出来的小孩圣人呐。 太伯王季，王季是周文王的父亲，周文王的母亲太任，王季的夫人太任，周文王自己的妻子太姒。 啊，所以三代呀，都有个太子，所以以后成太太。啊，你看他们家的圣人，出了多少个？五个圣人呐！太姜三个儿子，王季是最小的。 太任，你看他生文王，文王是夫人是太任，生的是武王，周公，中国孔老夫子。 对于文武周公仰慕到极处啊，大圣人呐！啊，所以后世啊，这个希望夫妇啊，这个妇女啊，都要学三太，啊，学太姜，学太任，学太姒，啊，把自己的儿女。 教育成大圣大贤啊！这个人家有没有后代啊？后代有没有圣贤出现？完全看他们家的女子，这夫妇有别。你说妇女这个责任多大啊？出一个圣贤。 不仅是你家里面的荣耀啊，那还是小事啊。一个圣贤出来之后，利国利民呐，啊，对国家民族建大功立大业啊。由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 古代妇女的地位啊，不是像一般人乱说的啊，重男轻女啊，我不赞成这个说法啊。我认为中国妇女在古时候呢，地位很高啊，啊，这个家庭有没有好的后代，完全靠你。 张幼有序，这是兄弟伙啊，兄弟手足啊。古时候的家庭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啊，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不分家的。一个家族人少的。
也有2000多人呢。啊，一般普通家庭大概300人左右，人丁兴旺的有700-800人呢。啊，所以他那个家庭是社会呀，家庭里头，他所以他有家道啊，家道什么？伦常是家道，有家规。啊，依照家道的这个对原理原则立规矩啊，人人都要遵守。我们今天就看到《弟子规》，《弟子规》是家规，是家规里面共同遵守的一部分。啊，还有个别的，个别那就不说了。啊，我们看中国过去每一个族姓有祠堂。有家谱，啊，你的家规都在家谱里面。